生命电视，让佛法环绕全世界。接下来请收看中华德育故事。刘宠，字祖荣，东莱牟平人，东汉桓帝建和年间任会稽太守，其为人清廉不贪，爱民如子。您这鹅养了有一年了吧？就快一年了。就剩两只了，就剩这两只了，还有就好啊。哎，这两只恐怕也不保了。怎么，这那些个恶吏还要来抢啊？你没听说新的太守就要上任了吗？哎，老百姓又没有安生日子了。老张，现任的太守还未到任，您不能妄下论断。不得无礼。年轻人，你们不是本地人吧？初到贵地。以后就知道了。老人家，这两只鹅您好好养着，新任的太守不会让您失去它的。什么？你怎么知道啊？他就是新任的太守。新任太守。在下刘宠，就是新任的会稽太守。刘宠在任会稽太守期间，重视农桑，鼓励耕织，体察民情，并且用疏导的方法救治了常年以来威胁这里的水患问题。后汉书上说，刘宠治理会稽，晚上街道听不见狗吠了，黎民百姓再也不用担心在大街上碰到横行的恶吏。会稽郡中实现大治，因为刘宠的清明廉洁，朝廷征召他回京出任大臣。乡亲们得知后，前来为刘宠送行。送送你。老人家，刘宠在此谢过了。我们是山谷小民，前任郡守屡屡扰民，夜晚也不放过，常常是狗整夜叫个不停，民不得安。可自从您上任以来，夜晚狗都不叫了，官吏也不抓捕老百姓了。现在我们听说您要离任了，故封送这点钱，略表我们的心意。我的政绩远远不及几位老者说的那样好，倒是辛苦父老了。不过这些钱币还请各位老人家收起来吧，我不能收，请多多包涵。为什么？这些都是我们的心意呀。我们知道刘大人您清廉刚直，但请您不要把这些看作是钱币，您就把它看成是我们对您的敬意吧。我们这些山野村夫不知道怎么表达对您的敬意，只能这样了，请刘大人体谅。老人家，
刘崇今日就破例了。老人家，你们的心意刘崇收下，可是这钱……大人，您一定要收下呀。就让他留在这里吧。大人，这是您这是钱财乃是身外之物，生不带来，死不带去。如果我刘崇把钱财看得太重，岂不就做了钱财的奴隶吗？那我如何还能为百姓做事，为人民解忧呢？所以让那钱币留在这里，当作是给刘崇提醒，天地为证，我刘崇从今以后定要尽忠职守，为官一任，造福一方。刘崇再次别过，乡亲们请回吧。刘大人，大人再见吧。大人，刘大人再见。不知道下大人留步，留下刘大人。大人留步，留步。老人家，您有什么事吗？大人就任以来，帮我们疏通河道，又为我们铲除了鱼坝，使我们能够安居乐业。我是受渔民之托，为大人送行。老人家，快快请起。我任职三年，只是做了一些自己应该做的事情。您这么大年纪，如今还赶来送行，这叫我如何担当得起？哎，大人这次离我们而去，再也吃不到这江中的鱼了。我受渔民之托，特意奉献五条鲤鱼，大人请笑纳呀。谢谢大家的一片心意，可这五条鱼我断断不能收啊，请老人家快快带回去吧。我们敬重刘大人为官清正，断不想以鱼影响大人的英明啊。但这次送鱼是大人离任之时，我们别无他意，大人倘若拒绝，这不伤了我们的一片情谊吗？老人家言重了，那我就收下这鱼。也收下了大家对我的一片情谊，谢谢各位父老乡亲们。再见了，大人再见，大人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了，有时间过来看我们，保重啊，大人。老人家是断然不会收下这些钱的。我又不能白白收下这五条鱼，该怎么办呢？大人，您这是？老人家不收这鱼钱，可我也不想留下它，所以我想把它投入江中。大人，这钱投入江中，不是沉入江底，便是随江水流淌而去，那还有什么意义呢？那该如何处理这些钱呢？大人，你看前面不远处有一家馒头铺，咱们不如用这30文钱去买馒头来喂江中之鱼，就当是帮渔民喂鱼了，这不是更圆满了吗？好主意，你快去办吧。生之德，万物都有生命，我们应该珍惜。那鱼儿也就应该放回江中，让它们自由自在，游荡于江河湖海。
为纪念这位勤政清廉、为民造福的太守，人们遂称此地为乾清，称这段江为乾清江。廉洁勤政的刘宠一生为官，家无户籍，他真正做到钱物两清，以前太守的美名也因此名垂千古。曹叔，字颜远，从小就以孝行著称，谦虚好学，堪称德才兼备。尤其是在他担任临淄县令期间，对囚犯的仁慈悲悯之心，更令人敬佩不已。大人，刚给衙役们发个过年的饷粮，您还有什么吩咐吗？快过年了，咱们也去牢房中看看那些囚犯。大人，你看这……快走吧。曹大人，师爷，辛苦你们了。曹大人，您来了。曹大人，您来了。曹大人，曹大人，曹大人呐！今天除夕，我来看看大家。快过年了，谢谢曹大人，谢谢来看我们，谢谢大人，谢谢。今晚除夕，厨房给大家做了饺子，一会儿大家一起吃饺子过除夕。谢谢曹大人，谢谢了，谢谢曹大人，这大过年的，你应该在家里和妻儿团聚。你却来看我们，又给我们做了除夕的饺子，你真是个好官呐，好官！新春佳节，本应该和亲人团聚，无奈各位身负重罪，曹某也是父母所生，也有家小。曹大人，我们都是罪人，不能回家同父母妻儿团聚，那是我们应得的惩罚，您不必为我们担心。难道你们就不想家吗？难道你们就不想家中的亲人吗？你们只是身在牢狱之中，而你们的父母亲人，他们在外面忍受世人的不解甚至讥讽，他们的心每时每刻都在牢狱之中啊。我想我娘，我想我娘，想家人呐。我也想我娘了，我那可怜的儿子，爹对不起你啊！我想我爹了，我那苦命的妻子，从进门就跟我受苦，如今又……我真不是人了。大人，我们还是出去吧。各位，今日是除夕，明日是大年初一，如果曹某人今天放大家回去团聚，大家可否给我一个承诺？明日黄昏之前，你们能否按时回到这里？大人，使不得呀，使不得，这是丢官掉脑子的事儿啊。就这么定了，放心吧。谢谢曹大人，我们一定遵守您的意思，按时回来。下辈子就是做牛做马，也要报答您的大恩大德。各位安静。谢谢曹大人，您为了我们甘愿冒丢官掉脑袋的风险，小的死而无憾了。你既能够如此仁厚，我李斯拿人头担保，我们一定按时回来。大丈夫一言九鼎，各位兄弟，你们说对吗？对，大丈夫一言九鼎，我们对天发誓，一定按时回来。好，他可是个死囚啊。大人，我们虽是罪人，却也知道信义二字，只是因为一时迷失了本性，犯下了不赦之罪。
今天您对我们这些囚犯的处境能够感同身受，您以这样的父母之心对我们，我们怎么能够忍心欺骗您呢？说得对，曹大人，您就放心吧。把牢门打开。大人，你看这，快点打开！放啊！这个朱武啊，还有这个李四啊，还有他们都是死刑犯，不能放啊！为何？别的还好说，但这些死刑犯已经什么都可以失去了，他就是跑了，欺骗了您，你没有什么办法不是？放心吧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按时回来。大人，快起来吧，回去吧。这样出了事儿是要掉脑袋的。师爷，饺子快好了，走吃饺子去。有你最喜欢的白菜馅饺子。大人呐，你真的一点就不担心吗？要是真有点闪失，上面怪罪下来，我们就性命难保了。大人，师爷，你放心吧。你就那么相信他们还会回来？会回来的，爱人者人恒爱之，敬人者人恒敬之，以诚信待人，人也必会以诚信待我，他们会回来的。可大人，他们都不是一般的人呢，他们都是重刑犯呢。人之初性本善，小人与君子仅是一念之差，其本性都是善的，我们要有平等心，尤其对这些囚犯，更要一视同仁的教育感化他们。我相信无论是谁，只要以仁义相待，他们都不会辜负我们的诚意的。好了，师爷，我们吃饭吧，若真有任何差池，我一人承担。朱武自从入狱之后，留下孤苦伶仃的母亲，每日以泪洗面，悲戚过度，因而双目失明。娘，是你吗？是我呀，娘。我儿子不想让您受苦了。您的眼睛怎么了？你怎么回来了？不是逃回来的吗？不是的，娘，是曹大人放我们回来的。跟着你吗？没有。快进屋说去。你是怎么逃出来的？是曹大人放我们出来的。哦，你还愣着干嘛？时间有限，赶紧准备饭菜，咱们哥俩边吃边聊。好，来，哥哥。哥，这些日子肯定没有吃好，你多吃点，银子都给你准备好了。你干嘛？哥，你得连夜走。走？对，赶紧走，等风声过了你再回来啊。哥，荒唐。哥，你糊涂了。是你糊涂。弟弟，我？你现在不走，天亮了就不好走了。哥，我为什么要走？哥，你没事吧？你犯的可是死罪啊，你这要是回去了，我弟弟，诚信乃是立人之本，曹大人信任我们，才把我们放回来。你要是借机逃跑，我还能对得起他吗？弟弟啊，哥哥一时鬼迷心窍犯了罪，理应伏法，这是极义。曹大人他以信义待我，我自当以信义待他。我要是一走了之，那曹大人将陷于死地。这样不仁不义之事，如果我做了，我还能面对自己的良心吗？你还能认我这个哥哥吗？啊，哥哥，我好了，不用说了，明天陪哥哥一起去县衙。好。大人，您还有功夫看书啊？师爷，何事？大人，囚犯怎么了？全都回来了。人之初性本善，
我相信他们都是一时贪念、迷惑、冲动，才犯下这些罪过。世上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、自暴自弃。相信他们犯下过失之后都很后悔、很痛苦。只要我们可以耐心、爱心启发教导，必能够感化他们，改过向善，重新做人。大人，我别说了，咱们出去看看吧。曹大人来了。向善的，曹大人。曹叔甘冒生命之危，付出了真诚、悲悯、仁爱之心，感化了所有囚犯。他这样的德行，得到了当时人们的叹服，并称他为圣君。种类，慈悲救护生命，传达爱以及对生命的关怀。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我们学佛就是从慈悲而找到了生命，从慈悲就断除烦恼。所以中华护生协会到处在解救生命放生，但是有很多生命没有办法被放生，你要救它，牛、流浪狗、狗，甚至的一些大型的不能被野放的动物，所以生命电视台需要有更多人提供土地、提供人力、提供财力来保护这些可怜的动物，因为他们对我们都有恩的，都是我们的父母。所以愿大家一起来成立护生园区，也加入护生园区保护动物的工作，来成为义工，来成为职工，以一个佛教徒慈悲的心来做这个圆满重要的工作。阿弥陀佛。护持账号：4213-8483，4213-8483。户名：中华护生协会。讲伊做梦梦到往生的老母，叫伊去煮饭给伊食，这代表什么？
伊无当食，真正爱煮饭好食。所以讲，迄个桥头一定爱煮一卡饭，安尼一定要一卡饭，烧烧啊，还佫一点水，安尼无菜拢无要紧啊，水甲饭同要紧啊。啊，所以咱大家爱甲祖先捧饭的这意思啊，啊，一定爱，一定爱啊。但是即卖人就痛苦，长期去。去公立的那窟堂，即马拢从祖先的牌位拢藏在遐，迄等于干干呢？你藏在遐无人咧拜啊？迄台公墓管理员嘛袂甲你拜啊？啊！但即马少年人都贫惰拜啊，贫惰拜啊，贫惰拜过去甲藏在公墓呀，俗俗啊钱吼，你拢无代志啊？唔是无代志，代志大条了啊！即代老祖先拢互放喺红膏野外关咧迄内底啊，足可怜啊！啊，所以咱合伙的人咧，咱免靠别人好难咧，咱家己要拍拼。但是你若要幸福，子孙对你无友好，你嘛无法度幸福。还有助缘，还有助缘，不管你升天几落世界，伊还有助缘，一定好你，一直功德好你，你啊，要一直增上。所以各位你。生生世世一定跟人结好缘，哦，我这世人跟结足缘，啊，我四求十个人，你甲我回向，你甲，安尼要搁得十分的功德，啊，安尼令生生世世，所以我们为什么一直要回向？哦，长老法师、大宝法，让他快一点成佛呢，让他力量更大，啊，就讲那各位的布施，赶快，哦，布施真有殊啊，迄、那个殊替咱个做更加多的功德，这意思啊，一定要一直这样，啊，金字塔原理。啊，所以，咱一直去啊，回向祖先，回向七世父母啊。所以每一场法会，爱各位将各位的祖先百位拢抓来的这意思啊，一直来回向，不是回向干来伊安尼啊，祖先边啊冇完成这主，伊回去冇杀生堕胎啊，啊，该有关系啊，一直来回向啊，啊你嘛一直来结好缘。啊、如果无甲伊回向咧，伊就来吐，这个算袂歹，做梦互你食饭，这简单啦、啊。啊，有诶真正互你破病啊咧，伊足艰苦诶，伊这是佫无艰苦，来甲你吐饭咧咧。啊，所以佛经内底嘛就告诉，有一个技术往生，伊会使做天人啊，已经是算天人啦。但是伊伫天顶拢无通食，而、啊、且、啊、天人偌可怜呢、啊，伊若要食物件，人天顶咧食甘露，伊都要落来人间。去挽咧树枝食呢，啊！所以虽然是天人，但是伊无迄个福报，因为在生无咧布施者啊，无咧布施施食和众生。虽然有布施钱做真济功德，伊无布施食物啦，所以伊就食无。这个世界是公平的啊！所以讲布施三个人有三千，布施钱也有钱开，安尼这意思啊！所以尽量做功德。那是咱古代人讲修处啊，修处和祖先，这嘛是一种。但是安尼福报无够，修处是讲观想，我迄搭过分要贵，安尼福报唔了够。所以佛教在叫人讲，唔免特别拜祖先的意思是讲，利用祖先的名义去放岩口啊，放蒙山啊，啊，佮徛伊的牌位，伊等于伊今日做啥物？做斋主安尼啊，今日贵个蒙山水路是这个祖先叫做徛大牌做功德的。安尼福报就足大啊，所以这才是敢那降福灾精的意思啊。所以水陆法会就是降福灾精下施奉行点点拢做嘛，也叫水陆功德主，拢是往生者的名去做的啊。所以你我们做这个也是这样啊。所以你知道你老母咧吐崩家啦，啊，你最近咯敬拜法会就